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看到我哥给我夹的快递没有？我在网上买了两瓶湖南的那种小辣鱼仔，今天用它来招待一下那个小美女。她是广西的，应该也能吃辣。看一看，我拆开了，就是这种小辣鱼仔。老婆，你又把这些鱼仔吃了，你买那么多鱼仔干什么？你上辈子是鱼仔吗？我喜欢吃，好吃啊！这夏天到了，不吃点这些吃不下饭啊。老婆做的这个白菜，酸辣大白菜好吃，这个跟四季豆一样的豆。这个盒子留着卖钱。看看这鱼仔，还可以。老婆今天嫌弃我买菜买多了。你给我买几样也行啊，要我买得过一样往死里面买。哪有，我没控制好量嘛。你多买几样吧，你就买那一样，买冰两斤，你吃吗？我给你错了，你自己吃完。今天的菜你不吃完，我明天我就不会给你做饭吃。明天开始我就收手了，不做了。我明天吃剩菜，今天。我好喜欢听你吐槽吧，我看你吐槽的时候好可爱啊！啊，你来，你再吐槽几下，来。肉又不知道多买点，那就买点肉嘛，是吧？买点鱼吗？买什么吗？就偏偏买青菜，还买了个豆。我怕你不会做吗？我怕你，我怕你做的烦躁辛苦吗？我买几个容易。哎，吃的辛不辛苦啊？我买几个容易做的给你做。你吃的。不辛苦，那你来做吧，你不辛苦。这么好的菜都不吃，还有这个鱼仔，不吃我一个人吃。哎呀，家里面的米都吃完了，你看，咦，还有几粒。江远成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西瓜，打个招呼。我们今天去逛超市，啊，哎呀，去姐姐那里，叫姐姐给你喂奶吃。你好臭啊，你这个脾气，还是奶瓶，你信不信打你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高部的友邻商场，去买点宝宝的饼干，买点宝宝吃那种小饼干。这边小馒头啊，十个月拿这种小饼干。好，马上拿出来给他吃两个。这像不是这种的。现在出来逛一下，逛逛街。江雨辰，有没有看到什么吃的？或者我们呢就不敢保证每人一个，但是雨伞就每人就拿一把就行了。来，后面的没拿到的朋友的来参与进来吧。哇，这个大孔牛。逛了一圈也没什么买的，逛超市去了。好像我们买的那个比这个好，来坐一坐。小家伙不愿意坐啊，有点怕，这小家伙第一次坐。没有虾了，想买一点虾给小孩子煲粥吃。
来点酸奶吧。好像这个是5月27号的，这个可以。老婆拿了没有脂肪的，我拿了这个。请你吃雪糕。拿一个嘛。这边还有鞭棍呢，还有榴莲果肉的。老婆挑米去了。你挑哪一袋？拿这种呢？51.8块，10公斤。老婆等着要一个这种。不知道哎，这个是送的还是买的？这种送的，给小孩子送一个呗。哎呦，小家伙，小家伙连怕气球啊，怎么都怕呀，他怎么这两天这么胆小的。结账出去了，想让我抱啊，拿着吧，拿着。今天带老婆去买点水果，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都不理爸爸了。喂，你要不要吃，你要不要喝奶茶，要不要吃东西，我给你打包回去。你要一杯珍珠奶茶，要不要吃什么？你不吃，你不饿吗？你晚上都没吃饭。好。要不要吃？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乖的我。你也可以吃。人家是因为那里没有吃完饭。哦，想站起来啊。哎呦，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也想去抓呀。哎呦，我要去抓，等一下买了给你抓一个。不可以抓哟，这个还没有付钱的哦。对呀，等一下付了钱你随便拿好不好。再买点红旗吧，7.8块一斤。再去买点10块钱6个的火龙果。你看给他抓了个那个圣女果，他就搅烂了。我们现在再去帮那个小美女买点吃的，打包杯奶茶跟鸡肉卷回去。老婆有点吃醋了。哇，有买有送哎，买香辣鸡腿堡送4根紫薯。小家伙又遇到小朋友了。找到傍晚了，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一下子。我担心的，我生怕你个小美女饿到我肚子。你吃醋了？我吃醋了，我也没吃饭，都喂一下我。你减肥呀。老婆也饿了，进去打包一个酸辣粉回去吃。我也渴了，开杯珍珠奶茶喝一下。老婆也要喝，呵呵。老婆呢，就是看到吃的就想吃了，没看到的就没那么想。好喝吗，老婆？啊？好喝吧？美味吧？嘿嘿。小家伙睡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婆。今天我们中午来这里打点东西吃，刚刚开始开门的。明记糖水扫码点上。小家伙睡啊，你点吗？睡得好香啊。帮老婆点个鸡爪。你点个薯条吧。薯条啊。
我发现我不知道吃啥。没吃饭还吃什么？嗯，我看一下，那就点份这个吧，花生糖不甩吧。43块钱了，够了，来老婆付款。啊，对，陈总，来拿个饼。我先去喝。喉咙发炎了，扁桃体发炎。多喝点水。为什么这甜筒没辣椒哎？广东口味哪有辣椒啊？尝一个，好吃吗？还可以。吃的差不多了，老婆再打包点回去给小美女吃。毕竟我打包可是我自己吃的，毕竟那么小美女，但是你的小美女饿了是不是？来，妈妈给你搞点榴莲饼吃，不敢抓呀，拿着吗？快点吃，快点吃，塞嘴里面去。有啥？妈妈抢你东西吃啊！甜的不要跟咸的装一起吗？哎呀，中国好男人！来，抱着，抱着，抱着，让你抱姐姐起床。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有榴莲饼哦。现在才8点钟，这小家伙在我身上就睡着了，这是有多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这小家伙今天睡了个整觉，你看妈妈给他系了个爱心头发。你这家伙又怕冷啊？怎么了？你又头痛啊？嗯。我还感冒了。这家伙，180毫升的奶还剩这么一点，都吃不完呢。阿姨早啊，感冒了，一点不舒服，这鼻子不痛，喉咙也不舒服。我们那个房东老板娘有时候好早就过来搞扫卫生了，扫一下楼道吧。买点啥呢？买点这个青菜吧，买两个西红柿吧，买个茄子。好大，肉都削好了，帮我烤这一块吧，看多少钱，削一下皮。刚刚买了点茄子，昨天买的茄子发现那小美女挺喜欢吃茄子的，今天又买了点。没有那个甜的油条了啊？甜的卖完了，现在就这个麻盐嘛，不然你就拿麻盐。
帮我来两个麻圆。早餐菜。小雨晨，吃早餐了，叫妈妈，叫妈妈起床。你这个小家伙呀，爬呀爬呀爬。嗯，吃早餐了，好不好？这皮蛋瘦肉粥里面还有猪皮的。我不喜欢吃这种，不喜欢吃咸粥，除了是咸骨的好闷。今天下着雨，有点小雨，刚刚下的好大。老婆她今天头痛不舒服，然后今天中午就不在家里面做了，我出去打几份快餐回来。我现在已经到木桶饭了。帮我打包两个，一个酸辣鸡杂，一个酸辣土豆丝。好多外卖呀、啊！这家生意还不错、啊，好多人，还不到十二点钟了，十二点钟过后还多。刚刚老婆跟她闺蜜的快餐已经打好了，我现在在等我同事，她是河南的，她去她老乡那里打了一份河南炒米粉给我，十块钱一份。终于过来了，哎呀，全是水呀！炒米粉，不要拿错了啊！十块钱一份啊，看看好吃不好吃。仔仔看到我了。仔仔，江晨，江晨，江晨，你看到我了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！哎呦，小厉害！哎呦，走的不行，用趴的。走的不行，用趴的。你都咽口水了，你也想吃啊？嗯，你给你分点。啊？给你分点。等我吃完了，行吧？嗯，你那米粉多少钱一份？十块钱一份。十块。啊。你想尝一下呀？儿子好想吃哦。嗯。有豆芽是吗？是啊。你要不要吃两口？豆芽，你尝一下吧，我自己尝。好了，小丹，你特别想吃啊？嘿嘿嘿嘿，你的头发好有型。白。人家不把子送他哪去啊？我带吧。我问一下我爸爸，看他想不想带吧。他想带就送过去，行不行？他有时候他还想带，主要是，他还想他。我昨天给他发视频，他说好久没抱了，想抱他。还有我爸妈，还有我这个大妈干嘛？好吃，仔仔。喂，你吃点我吃了吧。我吃饱了，差不多。晚上你留着送饭吧，这个。瞬间这个天就黑下来了，这是大暴雨要来的节奏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刚刚又下了一场大雨，现在还在下着小雨。听老婆说，她闺蜜下午的时候已经走了。刚刚在超市买了点鸡蛋回来。张一晨，我吃面条吧，我搞点面条煮一下，然后加个鸡蛋。去爸爸那里，去找爸爸。你帮我煮面啊？好的。西瓜头。给你剃个五角星，怎么样？爱国啊！
看看。快爆吧！你放那里嘛，你拿鸡蛋嘛。我一走，它就会哭的。有啥？爸爸在这里，他有啥哭的？江远晨，爸爸在这里呀、啊，哭啥嘞？江远晨，跟爸爸玩。谁在想我啊？我吓到宝宝了，吓到宝宝了。哦，宝宝不哭，宝宝不哭。哎呀，男人大声一点嘛，打得才舒服。哎呦，你也打喷嚏啊？怎么了？爸爸传染给你了？哎呦，怎么哭了的？好，爸爸抱，爸爸抱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爸爸抱。哎呦，嘿嘿，笑一个。看看，这是妈妈给我做的面条加鸡蛋，多好吃啊！看着都好吃。我的崽崽想不想吃啊？啊？想吃啊？啊，妈妈说你刚刚吃完面条啊，你吃完崽崽面条了？啊？啊？你吃饼干啊，爸爸吃面条，妈妈煮的面条好好吃啊，感觉。哇塞，这个面条配上奶奶的做的剁椒，酸酸的好吃。怎么了？不想吃了？没有吃的就哭。你是不是学妈妈的？来，这里有吃的。妈妈妈。嗯，爸爸吃饱了。爸爸把这汤倒了啊，再坐一会儿。